天地生活之行，弘扬生活智慧。各位梦境好，欢迎来收听《天天好生活》，我是主持人之乡。大家好，我是桂生。主持人，咱将走进希望的产业，来去同一天生，我介介绍一下今日生活。祝你我拜。从蜜产点讲好好，采收工作辛苦做，跟随旁路采旁边，台台互动接感性。采买看马戏，奶奶来写诗。马上开始今日个天天好生活。我一家去，你个想塞车？唔得耶，路口点塞车？为什么这呢？就是有阵人咧红旺个，直行得，直冲得。主要汽油呢是好在人爱关车，可冇事个点也不。所以呢，前日个呢就回客，再回客了呢，也是有个别人呢无爱遵守交通规则了嘅。就塞车爱熟食不得，所以呢，一来提醒大家了，就是呢，只开车进入地位，咱来点。我是文明女将，遵守交通规则。而且来点，你好惊，白人又好惊。那主要动摇个呢，是个大家的。蒙斯个也不行气解气了。呀，其实啊，爱只地位吼，也命那吉以导致直脑子，老家就该等呢。点点好神奇，是吧？呀，今年这个山岭有并不大家接一股呢，马上留个人。留个人。直达日本市的夜晚里，就觉得明丽正当点点红，朝的夜晚洗后杂脏呢，直立立红艳爱地，土地就让人耐老。但是生了秋天的水，十日夜晚个花就到十米隔隔花个，伊到开花这段时间，佮当耗水啊，冇灭耗水个情况下，伊就只外带遐花全部外带，伊花就一个，伊变做生了又高，伊就又变个又衰劣，你不过接起来口感也是非常好食。会是生点噶，黄色嘅野莓品种在其是乌莓，热品种口味比较清，生点度贵，个人的家长就请阿成食啦有杂。野莓今年大多开咗有咩事嘅，热乌吓开始就已经开始好跌落到撑到乌莓就基本就了落，有差撑到正月嘅时间，是即来即是会是好噶。也不不含潜水素、矿泉水素、水杉素，加一点点的蛋白质，或可针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有过当玛瑙籽。也不会伊个责任也是非常在个，伊也不会爱煮瓜，然后爱也有能打老也伊老本人都打爱克制，然后保护，这责任都非常好。黄色的艾叶莓正食，即向来对桥历史永保，无一盘农业，接起来比较放心。但果实生到草顶，无配无壳，风吹好大，人面我是有点儿刺耳，搞衰穷。叶莓要过过受损，莫衰。遐有咩好配方，可以把叶莓衰白呢？了这时叫大家来食叶莓的时候，哈，了阿列克衰的时候，就是对不该食滴嘅烟落去，伊然后伊就叫大伊对不呢叶莓对不？伊就直错，叫那对到只树藤顶直错，水库面个都水个好些干净就滴。了落来接个时候，了就挂只卡住个时候哈，落个滴个泥烟，大大个烟了来拨者来接口干个好些哈。了有人喜欢口干伊个时候了，滴个生头就咬个死腰，落来只先拨，也都好些哈。也不会靠味家吃发在老少皆宜，但伊个保持时间非常多，而且由于成熟度未好规则，多天时影响个更容易变质。不等佢阿咪就有病就尽量等自己食掉，了就关系但爱放到隔日阿咪落到厨房个时候，了就最好放落冰箱个保持，伊就变食有差不多耐只个时间。如果先前也不会食袂稳，又唔是浪费，可以加工成也不会治病。对此，木色店个桂龙花上午会安坤。也不会自责的方法医患也会写作业也好立刻咬着隔口过下着一个咬也是吃咳嗽六件咬混合也好立刻露烟作业不会上立刻不喝有人也立刻用自己能加记住立刻露着一夜不会报如果是立刻做着夜不会报明以都好吃半年至一年的时间退后之在令人点落淡落的夜杯电视机在了市面过线杯我等来试试台呢偷偷今年的野莓价格，米三叶吧。现在在零超市面叫只乌杯只鸡，如果贴上有叶个米，就更多有四五万银。了就只总杯只行硬落啊，了个有水力只个米就撑到几万银至六万银左右个。但这只大河路呢，有只蜜糖半鱼海米去。哎呦，一早啊！伊当当家己条命，竟然也无变薄。
知不？阿姐，遐个蜜胖叫我恐怖红这边哦，算我要这说实开始开啊！你搬回卖山打卖高到大家好冇做单嘢啦？那么是花蜜以前当当，以前会就名叫无变啵？你卖花蜜地位都不当了哦。人家我一家企业老猫爱争执，我是变到恐怖红色了。遐个咪有个主题了，我该去吧。我天天一个念经，我回到麦克给他给了主题了，宝可吗？伊叫我可我很莫呀。伊人主播朋友天天唔哈，那主题你买。好啦，要比方来开始好做老猫，开始啃老，特别是也开做呀，是啊，重重回滚猫呀。因为好做一只龟就拢开花了嘛，所以是人想唔应该开做，但是开菜等来改做花饼吼，究竟是什么滋味呢？那么先来了解了。来了解下。从天师百花齐放，遐现在就是春边大小声的时候，一人见识来到这紫灯、紫红春啊、蒙白之果，蒙白了吼。遐现在能整只花，还是灭花啊？紫草我做个食平，上保持宁安。哎，那个灭平现在就是爱采药宁安的花。哦，遐能见识个采掉。来去采宁安，一个灭平拢掹掉采滴。哦，好，接下来个。蒙白一片另外远，开花成另外花，通过拢飘着淡淡的花香。顺着小路行去，来到了蒙白的旁边。蒙白的旁边，旁过镇，为了避免去到别旁过道的清明之虫，来记着花是地前的旁木，确保安全。现在来到这旁边一个了，大家能听到不？杂杂的别旁。因为咱饲蜜蜂，爱护只个采蜜器，就着饲到伊直生哦，会满生哦。你若饲当好喂只哦，要生就爱来开始来养蜜了。先采一本只蜜蜂，到三只个时间来蜜蜂，就将蜂蜜做到草筐来蜜蜂，接落来五年有蜜器，就可以将蜂蜜邀出来。有蜜你有咩讲究啊？有蜜。就是那落爱出外耕翁，摸啊摸螃蟹香，螃蟹香，伊啊破坏掉几个壁壁，就着翁翁要生耕翁来落。哦，一有三至四回就应该就把几个平来开卖。到有壁机离心落来就硬硬，个个个螃蟹捞出来了。当时才开始有壁钉，壁螃做生产证，阿望白宝地螃蟹好多都唔对。其中一个又点等壁螃蟹来搞啊？因为那也个伊金积真正开始在去对边看一百吧。哦，你我把这包，嘿，接了吧。好，接等，接等我。因为那天气如今好，蜜蜂采蜜就如今很红，所以今次的蜜蜂比白花如今兴红外扬。为了防止蜜蜂通过灯笼，蒙白不得不使出杂节。咱点香了，为了保护一个蜜蜂，买来灯笼，伊蜜蜂见着这个香来烟，伊就点落去。果然，蜜蜂我烈风，老老实实等我写对，五日顺利地出到了旁边。不过，每每一次拢可以得到大自然丰富的馈赠。现在修身好，也有三个条件：卫生、芳香、天气好。差不多一度芳啊，是爱马上一，你只个另外当来采，拄着天气好，八十斤。我清明去到五月五号，就解决时间。伊就是能睇天气，天气也好，也蜜果能四只五只左右只采。蒙白，那你个蜜有好啊？那么接落你做你做啊？那接落来就着来过了。哦，因为过了伊袂落水，真系清洁卫生，能接了真系放心。哦。抬头眼再醒起来，另外蜜等因弄壳，所以泄气。但是这个比较好，这个水好，这个清点有花香味，你吃的有这个点就不会那么高傲的，那是怎样？它就现在蜜蜂是去另外长个菜来，它非常清清的，也非常松，这样就来吃，口感就好。另外一味口感清香，点到适当，
故户养活瓦先开会一笔养运请正重草定正多功效。水晶堡当面的龙道却引起恐怖的影响，感点的正面让两只走回面包腔。并且为另外一面蒙白要叫我等人来个旁边除了另外一阵极变。那这座就爱来吸盼望镜，爱来吸盼望镜起来画。所谓盼望镜，就是采摘年的蜜蜂，即用火红枣、红蜜嘅直接组装物。蜜蜂啊，盼望所能起是蔓延嘅，无花枣即三只盼望镜，枣如果只盼蜜甲火红长成蜜蜂，无花枣即啲即用盼望镜长成盼望。当开刚盼嘅寿命三个钟头过，系开始解剖嘅重要。到采蜜期上到日本一年，雄蜂有三个钟头过。这盼望因为直接吃盼望节，直播变话五角七年。这个么是等等于咱咱乡会，咱大伙听就咱伊乡村么是正。盼望伊就直度盼，即直接盼望山能甲一个正几度盼，伊等于一个国家的皇帝。遐盼望个盼望节，啥物意思呢？就对于这个啦，就来个开掉，开掉只啦是怎样？我只狗伊就爱放解，但是呢，只个拉入去掉，之后边割掉只条汤。哦，只狗吼割掉汤吼。系系，只鸡公就是鸡只条汤，只条汤伊只只个只个上了十二只，就变咗只盼望。只条汤嚟割嚟煎焦，只个上嘅屈屈起来就可能食。孟白南，盼望只是跳起营养饼。大香龙壳，先要吃台盼望见是秘密。哇，又辣又有姜，过好几岁啦，做你盼望蜜讲这啥？真正盼望酱嘅有这个咸猪跟外酱，啊是去买着卖咸咸嘅盼望酱，辣辣嘅就是介能解嘅。冇人冇想冇身体虚空嘅人就来食嘅，则影响肝。遐个卖成熟嘅农家，或者卖市场冇食。甲有整个猪尿奶个模式，哦，伊有激素是咩？吓，伊嗰度也好似含有激素个。哦。公共 WiFi 不安全，三 G 网络 out 啦，高速上网流量零负担，就选移动四 G 流量王，九元狂享2000兆超大流量，潮州移动各大服务厅及授权网点均有销售。欢迎来继续收听《天天好生活》。今日个通天车，咱进入哪站了？直接来去了啊！叶波，正新奇正奇，直接去了旁边。那第二站咱来去就偏个新河，哎，奇迹呢？车老过来，叶老板，还留个在。经过点我正个车厅呢，是来到了就偏个新河。遐今日这条路啊，可以通到三间是正好正是只车尾桥，而且桥顶个车尾呢也是生有非常窄。咩叫做毛布的奇怪？这就是我先脱了脱布，已经是等我开始袂冷冷了。药品新合的彩灯布，属于过大覆水、皮薄耐久、深度宽、热应更不灭，因此有活动彩布造型的梅儿。到侯光成一片梅园来明白，每只长梅树差不多两三米宽，天形好山庄。行经这一台，只见直立立彩色的布跨满枝头。每年嘅农历三四月份，是种梅好、采蝶、采的梅最繁忙嘅季节。咦，阿你种子是蝶子久啊？蝶瓜点真久点咯？你个种子蝶子几根啊？我哩种子蝶有瓜八根咯，种子有瓜八根。我正种门起六点就来嘅，但无啲树顶生蝶，蝶一蝶蝶落头下，树顶生，树顶咩时间吼？二阿姨今年六十四岁，已有十多年嘅采梅种植经验。阿姨答：相比去年，今年是的是丰收年。收成都不用接了，今年的阿姨可能就就百外担，个外面只四五十担的搞死了。去年了跌六七十担，伊冇整年真夸整算。跌落来个菜脯，外面接东有往村口，经济的小往村个各地。阿门庄是销滞销个啊，卖属于养殖啊，就五六万斤，主要就是销往广西。钓呢个普靓，仲系攞住呢个普一镜仔，大概就计六千蚊。哇！我已经是到了这个相对有硬有硬的了，我赔掉了。
当时我是生的，我肯定就是毛病，大家你都拿嘴唇唔敢去打面啊，生的我要哪？毛病，我是来去摘些假干过来哈。先是先去假干好的产品，我哋等来去订购。到秋风来产品饮之前，一家家买滴拢看见了白板，错误正到地推了饮之。这个老子只买枪支，讲来一件工资改下，饮支底啊就已经披着这个金金酸酸的味了。小胖啊，现在你出买就是他进到你出，你爱帮伊看咩？是。哦，就只靠底就是一盖，一只大盖了，他倒就会比钱。有四比钱。四比钱啦。嗯。你指定去帮你出结果。嗯，伊猛个结果，一味落来，帮伊铺起来。我咪搞到小哥口用清用清水清水干净，然后用经过空吸机来落地。现在只要杯子就饮起一股啊？饮起五块外骨。一块五块外骨啦？嗯，是。你有只冇来搞唔多砍话，只不？哦，我只冇饮到小哥就装饮起就装，我哋又做一个山片来食。哦。嗯，我叫阿杰啦，你试下看。花少啲加生，可能是我本身冇喜欢食生哈。不过经过腌制好了那一种嘅生啊，就唔叫糖渣直接食向嘅生板嘢。现在呢，一种嘅生呢是有冷酸个件，你有加只有经过腌制呢，所以多啲加点个加个咸味多对个，即系个食起来再好食嘅做。大兄阿妹，经人介绍咗叫你头出先我，我冇常听个啊，一号啊食配。走落地啊！你请假了点？唔啦，妹啊，你见咩个？炒面吧。咩个？炒面的。咩你喜欢那些字啊？你阿咩叫炒面啊？面，我是写到恁母啊，那叫个面来叫我就当叫盘炒面。那我要就是头出先我。你南门啊，你见咩咩？你又理过咗啦？见个咩嘅嚟？即系你唔是呢个只人啊？你讲事情我唔见我只，冇你夹冇得嗌。一来个长天哦，又唔系只嗌咗你啊？哇，头只头破啫，你都把咩嘅包夹都夹炒面。我炒面做你冇啊？你咪时啊炒面就冇变顶顶呀，只顶系嘛？诶，不过你只顶有道理哦。听到外口讲呢，只炒面炒过出名，只想我炒出嚟叫炒面做。哇！我拿青红包，红豆做一个食炒面哦。又了解者。超代价值咧，兼啲是我为何？我现在是到外国电视洗到亲，只一面将我家头做年子献你来献嘅老人呢，又来问下我嘅朋友阿口凯，口凯啊，做年年子献你兼职哪只职呢？因为家阵一个老职啊。老职，今年只系老职夹八个老职，有咩嘅唔同嘢点啊？不？食炒面。老职食炒面，一路叫我来陪住你。好。来到了城面护国白字来，即见一只护国白的刀兵，马上就推到了直台面。主要是炒面的材料。我咪干呢？啊，做面、果菜、果啦，主要是炒的准备啊。哦。啊，炒的准备兵，了路今日也是请人客哩，叫做做一只。护国白大爱食炒面，是世道称何在年来的习俗。不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炒面的量如来如解。嗯，百货哩。来入更大今年就算个有自己咯，三百有遐人攞唔是正式食面个啦，啊，即个面三有节上是，伫南家工作，你包住炸了用个大盘来解过起来，自家煞用将只个面只后食定最红个改色，加干净卫生。锅菜个面是上好个搭配。做一碗热好调锅菜，咱炒面只食落去，咱个食口，你锅菜伊香个。关于炒面爱爱配料，胡国白有滴家己的讲究。只要伊一天价伊改善，咱家己腌个个落个炒面，直接直接卖大额个，就能够卡金，能够卖金个啦。伊炒面落个个真系最稳重啊，落个个真系稳重。你炒面冇买回，炒面买回就加，就是。菜香白白，炒了无芳头，无食，
留点啊，你其他多点啊，乐会来帮忙。经过浸过空蒸，直播阿俊更差字，食只妖那个叉面就只本身了。这个叉面吃起来入嘴会鲜，嫩爽柔骨，了间呢咸咸咸咸，味道适当。可能呢代落了一个古菜，让这个面吃起来软有盘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光顾吃，唔记得解大家能打只叉面在习俗嘅由来了。护国白搭，只个面嘅外衣护军。米雕等等，剪秋等等，我以强名白说，也代表了南蒙对未来之争美好的愿望。五之前的原来是三月二九，甲四月初三、四月初八，至三日子吃炒面，至三个日子吃炒面，算是三个角落，哦，纪念所以说，啊，吃面伊也寿命要长，面就长哇，伊也寿命就长，啊，啊，伊也要延续啊。遐现在做你要统一到五营正经老境呢？前五年经历条街，唔管咱是行茶坊街个，有人行条街，感觉非常欢喜。兄弟兄弟，知道大队啊，结委会，伊从咱家眼睛发自有做大，三个角落卖做一个来吃茶面，来接东，沿着街公街日子来吃茶面，做整合的五一，即个这条街精彩，要来吃茶面，全年的这是我这日子呢。原来都爱开晒到喺北面，直条开出去隔断了，显呢个话更加联系。现在层面话从智能通过直条白机，会线唔方便。依九七四年，显呢来决定消毒直条捷机，改善交通。爱到钱咯，就连个再接连卡车、班车，然后了冷气又降落来，了全部是有来做啊，冷个部分冷热比这啥，了算干风，因为迄些是无三百。哎，每只解控的时候，我哋叫托人来做，来打个土大，有一个解控这点，了就只人家去叫油抓些，了来泡泡滴嘛，了只来讲。到目前相对快活的年代，外区赛道人并接力加起个勤劳地会，多起了一座登报准备困四点二米的捷机，也是等特别名气的历史。这道这个全市的劳动人民共同用武的作业里，成名会做不着我以强秀的差面，是对这段历史最好的纪念。挑战再多，压力再大，我都轻松在握，头油从不担心。海飞丝去油系列，长效去屑，更深层去油，去屑又去油，当然由我领头。去屑实力派海飞丝，没有湿哒哒的感觉，全因邦宝适带来整晚精致睡眠。新升级邦宝适超薄干爽，吸收更快，锁水更牢，干爽长达十二小时。新邦宝适超薄干爽，保洁。这一季，几何线条交错出发型界的崭新潮流。沙宣推介秀发专用 CC 霜，蕴含天鹅绒触感因子，瞬间驯服毛躁，发型线条更利落鲜明。简洁独特，缔造你专属的几何构思。罗家人将来去参加咱个卫生团队罗日个阶段有滴错啊，神经病所大家呢特别来注意啊，做好防治工作。好，通黄到高度被称为帝王病、富贵病，因此认真装更是获得特冠贵人个心情。现在的现代，人们个生活条件普遍改善，通黄不再专属于有钱人，这是社会了直升常见个疾病。一通黄是直升飘零退下而先导致患野生性肝炎直升疾病，野生导致咱以野生因个野生因各种形式，哦，顶只落管杂或者成长，引起极暴个炎症，就出现极暴管杂个叫做癌症迹同个症状，叫做痛风。痛风个高野生活症直接相关，爱患的痛风，如点具体提来野生水平个问题，漂亮的能提来推下个最终选物就是野生，所以对高野生活症个患者来讲，最重要个就是减少漂亮个饮食。即尽量避免黏接较漂亮个食物。除了动物来讲，海鲜，直接龙汤，伊在香个漂亮个形容是相当高。至少你直接口感就用新鲜个物件，伊可能迄个香个漂亮就比较高。一从这个
这个也是掌握的星期间你可以辨别到这个情况。另外，只要对于高野生活情况者来打，也是比较危险的物件。只要在乡下飘零，有交接，因为上街也是，日本也是照请照，我觉得遐个会涉及别人的红照，只要相对方是比较假啦，因为遐个美照含量就比较高，再高人呢是也红照，小型的红照，这含量是上高。啤酒虽然行来无无五酒遐贵，但是啤酒咱食出来食过早，所以食落去后到底后呾伊种个漂亮个嫩枝就比较佳。啲漂亮个植物包含各类嘢只，大部分蔬菜、水果、两类、乳类。高野生活情况下，平时最好以只瓜类植物为主，防止身体黏住卡在漂亮。平时得了呾食只只啲漂亮已经食咗个，因为注意呾食水再食水。食水的目的就热量有加，同我小兵摆熟啦。卫视提醒，通常是平时大量野生烟到观察公路点直的结果，因此调整野生水平时热线的功课。需要注意的是，到通常会食的时候，不适宜突然做调整。通常会食的时候，伊不得影那野生会食官，要野生有可能是正先的水平，一导致的时间呢，主要是呾去降野生。更老将伊野生搞了黄啦，野生水平搞了黄啦，野生啊水平差个卡多，有可能通风在夹夹，伊这个时候该处理，但应该是针对这个通风细菌杂应这个个枝条等方面来处理。蒙酒日，下在是咪做日呢？家己的生日好咪的，但是自己的做日难忘，唔记得冇庆祝。袂难，看来系是妈妈盛开嘅。呀，妈妈呢为家庭为家啲付出过嘅啦哈，所以呢，到最尾嘅时阵，为妈妈生子一句祝福应该不为过吧？但是学在能做到，平时有时去表达啊，不过全部平台，又唔知平台点样嚟打造，一路可以把先对妈妈打嘅话，啊，把你嘅妈妈嘅黑人呢，会生个档嘅每时每拍顶门，咁呢会挑选播放出来，近播啊，跟大家分享一种甜蜜，一种幸福。等先，我系挑战，系我知呢学啲叫善别两物即欢啊，好，挑战，再来，好啦，落街度。个时间都冇了解就系满只天师，隔夜朝隔多切呢一届逆茶行程。我相信自求多福，只想贩卖与众不同。若你为求风光去鞠躬，祝福你成功。这小店就如美梦，不想因应。也用，就算穿过得很穷，卖他仅有的种。你怪我不够笑容，不懂跟风变通，难及你没原则牺牲那初衷，最旧情断送。搞要不善，任自得变。路况不改，把变皆得特异。欢迎德文德做兴学等，特别某日隆重海难。平地生活之时，分享生活智慧。感谢你收看本期嘅《天天好生活》，我咩能将好学得嘅。好了，再会了，拜拜。拜拜。